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以斯拉记第十四天，以斯拉记十章十六至四十四节，圣民的重建。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明建派，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，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。在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，就是耶稣亚的子孙耶萨达的儿子和他弟兄马西亚、以利以谢、亚利、基大利，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，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。英麦的子孙中有哈拿尼、西巴蒂亚，哈林的子孙中有马西亚、以利亚、士玛雅、耶歇、乌西亚。巴施户尔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、马西亚、以实玛利、拿坦叶、约撒拔、以利亚撒。利未人中有约撒拔、示美、基拉雅，基拉雅就是基利他，还有皮他西亚、犹大、以利以谢。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实，守门的人中有沙龙、提连、乌利。以色列人八路的子孙中有拉米、耶西亚、马基亚、米亚敏、以利亚撒、马基亚、比拿雅。以兰的子孙中有马他尼、撒加利亚、耶歇、亚底、耶利莫、以利亚。撒土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、以利亚实、马他尼、耶利莫、撒拔、亚西撒。比拜的子孙中有约哈南、哈拿尼亚、撒拜、亚勒。巴尼的子孙中有米舒兰、马路、亚大雅、亚述、士押、耶利莫。巴哈摩押的子孙中有阿底拿、基拉、比拿雅、马西亚、马他尼、比撒列、宾内、马拿西。哈林的子孙中有以利以谢、伊士雅、马基亚、士玛雅、西缅、便雅敏、马路、士玛利亚。哈顺的子孙中有马特乃、马达他、撒拔、以利法列、耶利买、马拿西、士美。巴尼的子孙中有马代、暗兰、乌义、比拿雅、比迪亚、基路、瓦尼亚、米利莫、以利亚什、马他尼、马特乃、雅扫、巴尼、宾内、士美、士利米亚、拿丹、亚大雅、马拿底拜、沙塞、沙赖、亚萨利、士利米亚、士玛利亚、沙龙、亚玛利亚、约瑟。尼波的子孙中有耶利、马他提亚、撒拔、西比拿、亚代、约尔、比拿雅。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。今天所读的经文中，以斯拉与族长们用四个月的时间，按着宗族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。我们看见特别被呼召成为大祭司与祭司的人，在罪上做了领首的，他们不仅认罪，也愿意与罪断绝关系。祭司犯罪影响的层面极大，利未人也仿效犯罪与异族通婚，赞美神的讴歌者带着罪侍奉，守门的责任是要拦阻不合律法者进入圣殿，以免玷污圣所，却有失职责。信仰领袖成了带头干犯神的罪魁祸首，带动百姓上下一起重蹈覆辙，走犯罪离弃神的回头路。然而
祭司们的悔改也带出全国性整体的悔改，他们承诺并且与这些不敬畏神的外邦女子与他们的孩子断绝关系。因此利未人、歌唱的、守门的以及以色列众人凡犯罪的都愿意悔改。44节，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，他们离弃了外邦女子，甚至包括他们所生的儿女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这是全体性的悔改。以斯拉所面对的是新一代的被掳归回者，按理说他们该是更新的一代，更圣洁的族类，却重现罪中。但是当他们悬崖勒马，认真付代价面对自己的罪行时，变成了被重建的圣民。以斯拉记以家谱开始，也以家谱结束，从外在身体的归回到心灵悔改转向主，是由外而内，由心至行动的全然回到主面前，这也是神的心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属于神的百姓必须过圣洁的生活，要侍奉神更要谨慎地保守自己，以免在罪中侍奉，使爱我们的神蒙羞。然而当我们愿意离弃罪行，回转归向神时，神也有赦免之恩为我们存留，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呀！所以不要害怕到神的面前来，重新领受神的洁净与恩典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使人有力量面对罪的主，求你赐我力量改变自己，使我的生命蒙你悦纳。阿们。导读神的话，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，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。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我知道没有一个罪大到你不能赦免，也没有一个罪小到你放过不纠察。愿你赐我勇敢的心，让我能够面对罪，拔除净境，接受修剪，真诚悔改。我要再次的宣告，我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你的儿女。我要用神的标准来过日子，按着神的意思来待人处事，时刻保守自己的心，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